遇到徘徊和迷失的时候，会在深夜走上街头，那天下着小雨，回到住处已是凌晨，只剩窗外的城市还安静地躺在那里。就这样伴着雨声入眠，睡梦中自己置身于人群，在嘈杂中寻找平静。清晨的房间依旧存留着一丝安宁，我赶忙尝试去寻找那个藏在心底的自己。闭上眼睛，触觉愈发变得灵敏，让依赖视觉的声音换一种方式去走出瓶颈。四处寻找着，最后，我想我找到了。